當然啦，以前傳統嘅咧就治療疾病就係講緊食藥或者做手術啦。而家咧就會多好多嘢啦，因為咧而家我哋要全面提升個病嘅質素咧，就要求咧，譬如話佢飲食方面啊、做運動啊、病情嘅監察咧，都要全面管理嘅。所以就呢個概念就咁解啦。哦，好緊要啊！大家知道咧，運動係非常重要嘅。舉個例子，做完通波仔咧，好多病人都問我幾時可以做運動，點樣做法，做嘅程度幾多？咁以後我都同醫生商討，然之後大家定一個嘅所謂嘅運動配方俾佢嘅。飲食係固之然重要啦，其實都係老生常談嚟嘅。舉個例子啦，啲病人好中意食肥膩嘢嘅，咁我哋加曬佢。中意食乜嘢某食物啦，可唔可以啲某啲食物唔食啦？少肉多菜嘅方法佢可唔可以接受啦？咁或者需要揾營養師幫手嘅時候，就叫佢見營養師啊咁樣咯。咁啊，好多方面都要留意噶。其實定期監察咧係一個好重要一環嚟嘅。好多病人以為做完手術跟住咧就唔使見醫生啦，其實係相當錯誤嘅，因為經過呢個定期監察咧，我哋可以知道佢個病情有冇再差落去。舉個例子咧，我哋都提議個病人咧，可能做完手術一年到咧，哦，可能要考慮一下，睇下需唔需要佢嗰、那個電腦掃描嘅結果證明佢啲血管仲係好靚啊，定係已經差咗啊咁樣。呢個一方面啦，啊，仲有好多方面㗎，例如佢運動量夠唔夠，有時佢自己擔心喎，我哋可以叫佢。監察一下自己運動量做得好唔好，甚至做一個運動心電圖嘅檢查，知道佢做完之後有冇問題，咁然之後先至做運動，咁啊更加大家都安心啲咯。藥物係非常重要一環，好多病人都認為咧做完手術唔使食咁多藥啦，醫生係嘛？其實就好多時都係相反嘅，為咗防止嗰個病情再惡化落去咧。我哋更加要個病人咧係更加係肯去食藥先得嘅，咁所以咧提議佢點樣食藥法啊，幾時食啊，飯前飯後啊，有冇咩特別嘅副作用啊，冚唪唥都要同佢講清講楚，所以一定要大家留意呢樣嘢啦。全面嘅醫療團隊咧，即係話咧喺生活上每個細節咧。都有唔同嘅專家係幫緊佢，咁有個所謂全面啦。嗱，舉個例子，醫生更加係可以睇一個手術之後個病人佢嗰個病況嘅進展，用藥方面咧係咪用得好好啦？咁啊，護士護理啊佢個傷口啦，提供一啲日常嘅生活嘅 tips 啦，又好重要咯。我哋嘅營養師佢又可以咧睇下嗰個飲食習慣啊，甚至佢個運動嘅管理啊，各方面咧都可以令到病人係更加受益嘅。咁呢啲就係唔同嘅方面嘅成員咧幫手嘅地方啦。病人本身佢嘅參與都好緊要㗎，佢最清楚自己嘅病情嘅變化，有乜事幹第一時間通知醫生或者護士，咁嘅時候咧對佢嘅病情嘅控制當然係最好啦。另一方面，家人嘅鼓勵同埋協助，亦都可以幫助到病人佢嗰個嘅發展同埋佢嘅進度咧，係更加快捷。咁所以絕對係成員之一啦。